第二十六代佛陀难提尊者，西天八代迦摩罗国人，姓瞿昙氏，自小即辩才无碍，过目不忘。十四岁即极目出家，直遇名师皆成衣钵。佛陀密多礼拜尊者云：父母非我亲，谁是最亲者？诸佛非我道，谁为最道者？尊者随即即答：汝言与心亲，父母非可比，汝行与道合，诸佛心即是。外求有相佛，与汝不相似，欲识汝本心，非合亦非离。复心法记曰：虚空无内外，心法亦如此。若了虚空故，是达真如理。